又跑去叼了满嘴的面包虫过来。喂呗，开饭了。开饭了，赶紧张嘴，那就吃完了。张嘴，对对对，来，这只也喂点。怎么全部都喂给那只了？这里还有只呢。就吃到一条，掉了满嘴的青菜，喂吧。你要喊他开饭，我快成你的喂虫小助手了。青菜也喂，挡住了。开饭了，说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对，开饭了。小鸟空心菜也吃，你还知道荤素搭配啊？今天又开始喂了，昨天叫它喂它都不喂，我放到家里面，然后它叼虫子飞回家里面喂呢。哇，这里好多蝗虫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跑了，上，还大虫背小虫呢，哎，都跑完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空中悬浮啊，捉个屁呀、啊！捉都被你吓跑完了，还得我帮你捉。一二三，捉住了。哎，跑了，丢下大腿就跑了。来，过来，来，他也捉到一只啊。都不够小鸟一口，还没吃饱呢，赶紧去找吃的。今天是第13天了，出壳13天了，看一下这么大，长一点点羽毛来，这嘴巴张得真大，快放得下两个手指了。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捉虫小能手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来了，开饭了，刚好两只，一只吃一只，啊，都有份。哎，你不吃啊？啊，不要啊？面包虫不能喂太多了，等一下喂拉肚子了，借捉蝗虫来喂。他又跑到外面去捉了只小青蛙回来。来，我回去把小鸟拿出来给你喂。跟着我是吧？来，喂吧。都不够一口，多捉一点啊。你两只鸟宝宝呢？那一点点怎么够分啊？好像都喂饱了，我拿回去了啊。走了。